局，由黄彦成跟林心佑先发球。哇，隔壁的球又飞过来了。15岁级的男子四强战，其中3队都是中华队，所以我们中华小将又要1、2、3名全包了。对。不过我们这一场要先赢了，才能1、2、3名全包啊。肌肉的第三板抢攻的球点非常的早啊，这球领球有点偏，稍微有点偏长了，所以有点挤压到黄彦成。这一球处理球相当的好啊，因为球有点短，然后有点偏低啊，然后他整个姿势下重心蹲低拉起来。哇，一个幸运球。比数7-4。球，不过香港选手这位小将发球的，在双打来讲比较少见。怎么说少见？因为双打来讲，很少人在用高抛方式来做发球，因为第一个你后面你还有一个 partner， 对，你还有一个 partner， 所以你的自己的重心就有限了嘛，就是因为你站的站位，你发完球要赶快把位置让开。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抛球的时间，球抛得越高，你有时候发球没有对，球点没有对准的时候，你就出台了。第一局由林心佑跟黄彦成拿下。不要直接踩进去，你先稍微踩过来，觉得短了再踩进去。有，就很怕那种半出台，知道吗？哇，你自己连续球当中注意那个比较矮的那个正手相对会准一点，有时候你拉的落点、拉的弧线、拉的节奏稍微注意一下，对吧？然后玩连续短场，差唔多少少，系嘛？咁样你集中到咯，啊，尽量都系自己上手噶啦。你好啲，两边长出嚟啦，但系咧你收紧少少啊，佢就冇出台，你拉反就拉尽量啊，个长啊，知唔知？冇俾人上手啊，好嘛？吓，集中少少再啊。一下有在看韩剧的感觉，一下有在看港片。对，而且香港教练跟他们讲广东话，可能一方面也怕他讲一半一半，对，也怕我们的小球员听到他们的战术，所以这有时候也是相对的，就是要看你的对手，然后来配。那我们应该要讲台语啊。可是你遇到新加坡的选手，你也不能讲台语。现在是香港，所以可以。对，可以。那我们遇到新加坡的球员，那要讲什么？客家话。你确定你会？我会。你会？我会。所以你是客家人。一半一半。一半一半。可是不见得每个选手教练都会啊。就是。就是还需要一些语言训练啊，不然就摩斯密码。为了桌球开班授课。没错。
比数来到3-2。哇，这球没有注意到对方发的是不转的，所以他往上的情况下就飞出去了。好球！哇，一个大脚的情况下，我们的黄彦辰自己在第一时间反手又加压的做直线。球。接发球，黄彦辰过来用反手位拧球，拧直线。好球！看来这场比赛的节奏好像也相当的快啊。香港选手好像也还抓不到我们的节奏，而且实力好像有点落差。比数很快的就被拉开了，现在比数9-4。球，接发球变化一个摆短。好球！哦，直接一个穿越，比数11-4。这一局还是由中华队拿下，目前局数战成了2-0。来听听看教练给的战术。那个摆平，谁摆平越直接强咯。啊，你干咩啦？好唔好？啊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自己发球嘅时唔使再睇睇人，盯一盯人，好唔好？好，盡量俾你一個人創造啲機會出嚟搶，啊唔上手就好難打啦，一定要多啲自己上手。你接發球你上唔到手嗰啲就一定冇俾人拉嘅，唔係一定頂。點點，然後反手相對能力稍微差，啊你從正手位開始，這邊走，或者是從正手位長的開始走回反手位，讓他們兩個擠在這裡，是啊，啊落點上自己稍微調配，然後人往前站。那个香港队教练刚刚讲说，你懂了，赶快打一打，我们等一下去旁边吃卤肉饭。我以为你要讲出什么认真的话。我怎么可能去听得懂广东话呢？我又不是广东人。8-9-15，2-1，台湾小将领先。哇，摆一个高起来了，没有判断清楚人家发过来的旋转。好球。就这一板球很大胆的直接做拧球拧正手，而且质量相当的快，相当的高。比数4-2。好球！这个接发球很大胆的一正手之后，下一个黄彦辰直接做反拉。这时候对方的教练喊了暂停。开来就好了，人继续往前转，是的，哦，你就不用很大力，真的不用很大力，你把落点敲开来就好了，对吧？哦，这发球节奏也是一样，拧啊、摆啊，
这种弱点意识上才会再清楚一点。看来我们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。对，然后我们的王若琳教练就是提醒两位选手，就是节奏鲜明一点就好了。对，然后把弱点做确实做到位就好了，不用什么速度，只要弱点打确实，然后把旋转做出来就可以了。再看下来，那个香港小将好像不就接发球的时候，不就不会接空的为主，自己在接发球的时候，他没有判断出我们的台湾小将都以发空的为主，然后他一摆就高起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做第三板抢攻的机会。10-3，中华队的赛末点。最后11-3，第三局还是由中华队拿下，也恭喜中华队进入到决赛。我们稍作休息。